近日，秦舒培在接受采访时大方虐狗，被问到陈冠希时，他一脸幸福害羞，还自曝与陈冠希互称宝宝。宝宝。并且会互相买礼物，同时他也透露了陈冠希超甜的女儿奴日常，会一直逗女儿笑，一直跟她玩，在家工作也会时不时的过来陪女儿玩。陈冠希自风波后很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，退出娱乐圈后他一直都在经营自己的潮牌。他再次被大众关注是因为他与秦舒培的恋情，两人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高调相爱，甚至还生下了女儿，打破了观众的不看好。而现今已经快要40岁的陈冠希也妥妥变成老婆奴和女儿奴，在社交网站与老婆大秀恩爱，与粉丝分享女儿的近况，十分享受家庭生活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 NTV。